又到了我最爱的劝分环节，他们都有七夕礼物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我也没有？网上都说女孩要送男孩礼物，情人节快乐，你需支付52元，礼物大约是什么？香香的，说了就不惊喜了。提示一下，法国香，是香水，法国兰蔻。惊喜不能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买的香水是粉色瓶子的，对不对？还在幻想，我之前15买过瓶替，我能买这种便宜货吗？结果到手，法国香水，黄茉莉花苗，浓香，爬藤植物。明天情人节，宝宝不知道送你什么好了。没事呀，都不好意思了。那你想送什么？把我的心送你。七夕快乐，宝贝，玫瑰花。麻烦今天送真花，送不了一点玫瑰，乘5，送你一束。